你们在组内的这些人，你们要选一位组长出来。那大家在这两天的下午，一定要就是互相帮忙，团队合作，好吗？所以如果你有困难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可以先问你旁边的小朋友们。然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赶快举手叫姐姐，好吗？大家对我都不陌生，我叫张宇姐姐。然后旁边的一起哥哥，一起哥哥他是就是到处跑，他随便都可以跑，他随便都可以去看的。然后这个人应该更不陌生，这个叫学姐。然后旁边是你叫我，那不是我一个院长。然后他们都可以协助你们，他们两个都会协助你们。然后再来是依婷姐姐，依婷姐举手。好，然后旁边这一位是静伟姐姐，静伟姐姐举手。好，再来是那个云轩姐姐举手，然后再来是志彤姐姐，再来是子玉姐姐。好，然后